筛选的资料哦，刚刚是利用那个所谓的筛选这个功能啊，去帮我筛出来。哦，其实筛选功能真的还蛮重要，因为以后如果你要查一些资料的话，要不就是从资料库先过来，然后再用筛选查出你要的，把它另存哦。哦，不过因为它其实没有很方便啦，因为当然你可以筛选部分，如果你要另存，你可以用进阶的。 但是进阶它这个功能哦，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可以另存，但是只限于同一个工作表。那大家这还是没办法，我们要另外工作表。所以如果你在筛选旁边有个进阶，对不对？进阶可以另外，但是你要给条件哦，比如说你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你可以给它，它会另存，但是仅限同一个工作表。这个可能是也是没办法达到了，所以要不我们就手动复制贴。 那理论上哦，所以工作里面哦，假设你会经常性要查哪一类资料，并且自动产生的话，那我们都会用 VBA 去把这个功能写出来。哦，也就是说，以后你可以自己输入某个范围，比如你输入开始的范围的资料，结束的那个日期资料，哦，给两个条件嘛，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哦，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查询系统了。 那这样好处就是说啊，在 Excel 里面也可以快速查到你要的资料哦，只要你有个资料来源，快速就筛出来了。好、哦、啊，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其实撰写不是非常困难。如果有兴趣知道的话，其实啊，你们可以到我的 channel 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你要的影片啊。啊，只是说因为这部分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啊，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哦。 那再来的话，如果说我今天是资料库了哈，比如说是 ACCESS 或者 SQL Server 其他资料库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从其他的来源，Microsoft Query， 那要怎么 Query 这个东西哦？首先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使用资料的话哈，无论是前面几个啦，啊，记得第一件事情，它比较不 OK 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先产生一个空白的。 工作表，因为他最后问你说，请问一下你要放在哪里呀？好啊，不像说其他的啦，其他就是开启档案，他会自己帮你产生新的啊，这个不会，这个必须要先开一个空白的工作表啊，没关系，反正你记得就好了哈。第二个的话呢，选择那个其他来源里面的 Microsoft Query。那再来的话呢，记得哦，因为我们的资料来源啊，假设我要是从那个 ACCESS 资料库好了哈。 然后我就选择 Microsoft 的这个 MS 的Access Database， 那你就选择确定或点它两下也可以，点两下，啊，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哦，请问一下你的那个档案放哪里？那我一样去找到了 C 碟的 user， 我是放桌面的，所以它一串哦，好像它会记得刚刚路径，所以我就把那个路径告诉它，在这里面有一个点 ACCDB 的一个资料库哦，然后呢我按确定之后。 它会有用精灵的方式，哦 ，Wizard 的方式，就是请你下一步，不过你要看懂它的问题哦。第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你要全部的栏吗 ？OK， 如果你要全部栏的话，哦，这边有这么多栏，那是不是每个都要？是的话，请你怎么样，把它移到右边，哦啊，所以基本上全部都要，你可能全部都要点。哦，它好像没有一个功能是全部都要，哦，这个是全部都不要。 但是它没有一个全部都要那就按上面好了哦，按上面，对，按上面可以全部都要，全部都不要，哦，这样的话呢，按下这里好了，这样比较聪明哦，不然的话要按那么多下啊，这边不用再慢慢点，点这里就可以，好，下一步，第二个问题说，那请问一下，你是要里面所有资料吗？如果是的话，就下一步了啊，如果不是，我有条件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做筛选，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功能跟刚刚那个功能其实还蛮像的，只是说它是在 Query， Microsoft Query 里面做了哈、哦，啊，它的条件是针对这个栏位，出货日期，所以特别注意哈、哦，我们就给什么呢？给他跟他讲说，我要出货日期是要怎么样？应该是大于等于，哦，对，先大于等于20，哦。 所以这边2010的1月1号，啊，所以这边的话你就直接输入2010，哦，那用标准格式就斜线1月1号，再来是小于等于，小于等于2010的6月30。好，介于这个所以一样啦。其实做法虽然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背后运行的跟刚刚逻辑差不多。差别只是说呢，刚刚的方法仅限于在 Excel 里面的资料，这个方法是可以是很多来源，你可以是资料库来源下一步。那再来的话，要不要主要键？如果不要的话，就下一步，直接按完成就好了。他会问你说，请问一下你要放哪里？所以我刚刚讲了，所以你要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如果你没有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的话，变成你要挤到别人的下方，或者挤到同一个工作，那这样太拥挤了。所以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然后呢，可以直接怎么样把资料呢帮我复制过来。当然呢，底下有我刚刚讲过你要有一个直接。不要复制过来的话，直接连线你可以直接到枢纽分析表去分析啦。不过理论上，大部分还是会把资料倒过来再分析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资料，感觉好像很多地方细节都看不到，就按确定。好，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把资料倒过来，但一样刚刚出现的问题，其实出现的状况都会有，比如说像他过来的时候呢，一定会是。一个表格啦，如果你不要，你可以怎么样？跟刚刚一样，把它转换成范围。像我的习惯就感觉就不习惯用这个东西，所以我习惯把它移除变范围。第二个，如果你要把它改为那个一般的格，就是不要格式的话，那你可以把它清除它的格式。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日期它会怎么样？它会变成数字，所以你再把它的格式怎么样？把它改成那个。把它再改成就是一般的日期格式了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Ctrl 向下，56，刚好也是56列，所以跟刚刚的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呢，这个东西是要用那个 Query， 用那个 Microsoft 的 Query， OK 用 Query 的方法产生的，不过其实结果也是一样好，那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资料之后的话，那接下来我希望算一个那个达成率。那个达成率的话基本上就是根据什么？我的刚刚的资料1到6月，因为其实只有1到6月的这里面的资料，那我希望做出底下的达成率那达成率部分的话在我们那个讲义里面好像有一个这个达成率部分，可能要自己再把它。加上去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里面好像没这些东西，所以可能要参考讲义的第17页第17页这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做完的结果大概显示出来，大概就我们要算什么这个达成率。那达成率里面的话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可能会用到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话也是检视与参照里面。它的名称叫做 GETPIVOTDATA， 也就是我要把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资料把它抓到这边来做计算的话，那你不能用平常的那种方式你还要用这个函数才有办法把里面的某部分资料带到你指定的储存格里面去计算那个我们要的达成率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把刚刚的那个 Microsoft Query 部分先练习一下这个地方。Microsoft， 记得做这个动作先要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如果你没有开一个新的工作表最后他会问你说，请问一下汇入到哪里？那变成你如果没有开新工作表，它会变成要跟其他资料汇入在同一个地方，那就会可能有点问题了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这个部分完成。待会我们再来算，就是说那个业绩的达成率到底如果说我今天呢根据某部分的这个业绩，我要让它算出那个达成率是多少的话，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做出我要的这个达成率的计算？比如说我有个业绩目标一年大概必须要销售的销售额是比如说450万，那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达成了？还差多少？其实可以稍微算一下那请各位呢先试一下，把这个刚刚的第二种方式筛选那个这个外部的资料库稍微试一下那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你可以利用什么？利用那个这个什么枢纽分析表，其实也可以筛选出你要的东西。哦，这个方法的话，当然一般书上没写啦。不过我后来就是实际上试一下，发现原来枢纽分析表它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那种，就是那个效果出来。那只是说怎么做我们待会再来看好不好？